紧接下来，夏天你为什么不穿防蚊呢？好可爱！我一直看着他，是我想说，谢谢谢谢，其实我也会啊，谢谢谢谢谢谢今天所有的小小朋友们，谢谢。你比较辛苦，没有，你今天一整天都在主持，真的，我真的觉得我跟他说哇，夏天在主持，我说好辛苦啊。我跟你说。活动我一定要参与。刚刚我们的八德区的区长说 ，Summer， 是你主持，待会你要表演。我说是，区长，因为我也是八德的女儿，所以我来了。你一定要尽一份心力。但是，除了我以外，其他的每个表演者更厉害，因为我们玉林呢是我们台语界的女歌后。谢谢谢谢，很少看到台语女歌后讲话那么嗲声嗲气的，有点过分。不是，难怪刚刚你都不出来，我想说，我是要自己 cue 自己吗？你没说玉林唱的好不好？赞对不对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很赞对不对？漂不漂亮？美对不对？谢谢，真的。其实呢，因为最近，因为刚他们敲我登场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说，哇，因为我是台南人，我就觉得哇，我今天有机会参加妈祖生日节，其实我个人是非常的开心，真的，这是国际盛事，而且现在是我们的妈祖文化美食节，好像看起来是1000人，千人食堂耶，今天来的每一位都是有福气的人，对对对，所以待会我们如果有机会，我们希望可以坐下来一起吃吗？因为是他们的福气，看哪一桌有空位，我们就坐那边就行。默默坐下了，我感觉到这一桌的目光一直在投射我们两个。谢谢。那待会您吃，我就下去了。我唱歌，你先下去。我继续吃的，没有，非常开心的，真的。玉林最近有没有什么活动啊？还是最近有没有什么？哎，计划的展望未来，在今年马上要展开的。有的，因为呢，玉林最近呢在忙着第六张的个人专辑。没有，我出道比较早一点点而已。好，比我们早两年。对，早一点点而已。所以呢，我在11月1号开始是在我们三立八点档《一家人》的片尾曲，就可以听到玉林最新主打歌，叫做《曾经千金》。哇，这是。那因为这首歌其实是符合我的心情，因为我们家女儿很多，我爸爸都会叫我千金。宝贝，然后叫我千金，说千金你回来了。不过今天在场的每一位都是千金的，真的，对，是。你希望说最新的作品，然后可以得到大家喜欢。那如果我们在11月1号开始，我们在三立电视台可以听到你的歌之外，我们如果找寻你的歌，要去哪里找呢？找寻，其实全省的唱片行里面也都会有。开始上架发行，是。那其实玉林最近有一些活动，也会在脸书上都有发文。哦，对，所以只要上你的脸书，搜寻玉林两个字，其实都会有，就可以找到你，也可以找到我。对啊，都可以啊，一起有没有？好，那今天一场病是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，对不对？那因为我一开始想说唱一些大家比较轻松的、耳熟能详的歌曲，然后先带给大家比较开心的心情。好的。所以我一样，一样好，对 ，OK， 好。那我接下来带这一首呢，叫做《心情歌》哦，因为我希望大家听到我的歌声，每一天心情都非常的开心。